100张老照片，回顾崇明百年人文历史。每一个地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古老传说和历史故事。瀛州旧影崇明百年老照片中记录了大量崇明历史旧影，请跟着我们来一次穿越，在旧照片中回顾崇明100年的人文历史。先听一首民国崇明籍巨星龚秋霞演唱的《小小村庄》。一、上至女学校校门。上至女学校由崇明人徐福更1862到1939年创建于1906年，原址在金城桥镇家乐弄圆圆式祠堂。二、1920年6月24日，崇明县立中学第二届毕业生在崇明学宫明伦堂前和教师合影。三、1922年创建的民本中学办公楼、教师和操场。四、1931年7月，敦行女子初级中学第三届毕业生与老师合影。私立敦行女子初级中学位于城内庙弄，由一人师伯经创办于1928年。五、大新中学校舍。1939年黄诞曾、施富贵的借新河镇黄柱侯的宅邸为校舍，创办国语、英语、算术专修馆。六、民国初期赵公邸位于京港沿镇至向化镇之间。七、宝镇港海棠建于1927年。八、南门港海棠。九、长江客货轮天赐号。1931年由时任崇明轮船公司董事兼协理陈干清设计并建造。十、长江客货轮天佑号。1934年由陈干清从广州购置后营运于沪崇之间。1937年为免遭日军劫持，天佑号自沉于二条束河港内。十一、长江客轮大兴号。十二、惠崇轮布公司大型轮船码头。十三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，乘客由南门港海棠石埂栈桥轮船上下船。十四、1921年开业前的大通纱厂。十五、1919年杜少如与上海营造商姚希洲集资64万银元，在宝镇大通河南购地100亩，筹建大通纱厂。十六、大通纱厂生产车间。十七、大通纱厂承包部。十八、崇明学宫灵星门建于明天启四年1624，这是民国年间县立中学女生在灵星门前合影。十九、崇明学宫醒坛位于学宫万仞宫墙东南隅，这是1922年县立中学第四届毕业生在杏坛前合影。二十、崇明学宫畔池科登云桥建于清康熙年间。二十一、1924年金鳌山公园正门金鳌扇香船建于宋代，后滩于海，清康熙七年1668重建。二十二、1924年玉莲池荷花盛开。二十三、1924年镇海塔下清凉洞。二十四、民国初的大有亭和德月桥。二十五、唐义岑墓，明嘉靖年间唐义岑一人崇明知县，抗击倭寇殉职。唐墓原在平凉沙城西南，清雍正年间迁到盘龙镇东，1990年迁到金鳌山路一带。二十六、演武场原位于县城东门外，建于明万历年间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改为公共体育场。二十七、1938年3月18日晨，侵华日军第101师团102旅团所属步兵103联队渡江攻打崇明。28、日军渡江攻打崇明。29、正在登陆的日军30、日军冲锋舟和扫雷艇31、日军所立中华民国三勇士之墓，三名无名青年在东门寒山寺附近英勇抗敌，击毙十余名日军后壮烈牺牲。32、日军少尉冈村恒彦在抗日三勇士目前接受日本随军记者的采访。33、日军进入崇明县城春晖门东门。34、日军在春晖门东门前留影，春晖门建于清康熙年间，1954年拆出平整，辟为环城公路。35、被亲崇日军俘虏的国军战士。36、1938年3月21日亲崇日军分头扫荡宝镇、庙镇等地。37、陷落后的崇明县城崇安门南门，崇安门也在1954年拆除平整，辟为环城公路。38、日军组织人员编制良民政。39、日军侵占崇明后与地方守备部队开展殖民统治。40、
日军指挥官巡查地方伪军部队41。1947年10月，大通沙场自卫队训练42。1934年的崇明县政府43。1944年的崇明春晖门44。崇明御营堂建于清康熙53年1717-45。崇明大公所圣心御营堂，清道光24年1844创建。46。崇明大公所广仁养老院，由乡绅王清木与上海陆伯宏等集资筹建。47。宝华银楼，崇明最早的银楼，位于北堡镇。48。日伪统治期间，崇明农村集镇蔡氏一隅。49。崇明文人杜少如又和王清木左。50。崇明蔡氏51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桥镇普济桥菜市场52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城桥镇街头。53。新河区疏浚挑皮港。54。施氏五母之宅，原位于侯家镇北，长兴镇西，为艺人施曾陶旧居。55。皇家花园西花园，此为崇明富商黄志清与家人合影。56。皇家花园凉亭和皇家一家人，皇家花园现在中心医院内。57。冯岳府旧居，位于城桥镇八一路592号。58。思了山庄，位于金港西镇团结村，由中国这名航海家陈干清建于1935年。59。思了山庄正门60。崇明县卫生局61。上海知青出发前往崇明。62。崇明三高农场。63。劳动间隙。64。热烈欢迎新战友。65。花样年华的女知青。66。维肯。67。新海农场。68。红星农场。69。1958年崇明人民路。70。70年代崇明县人民政府。71。崇明帮镇人民国歌舞明星宫秋霞。1916-2004年。72。中国这名航海家陈干清。1891-1953年。73。改造后的唐邑岑墓。74。海滨商店。75。工人俱乐部。76。崇明中学。77。崇明博物馆。78。龙珠宾馆。79。崇明汽车站。80。宝镇码头。81。三沙洪水闸。82。中心医院。83。谭园。84。寿安寺。85。造花。86。书场。87。1982年崇明中学足球队。88。北堡镇沈宅墙门，建于清干隆年间。90。碧潮墩。91。横沙岛。丰乐镇。烽火墙。92。上棉35厂。93。牛棚镇。94。南门港。95。牡丹亭。96。瀛洲古调。97。崇明老白酒。98。崇明酱菜。99。崇明扁担戏。100。崇明一宝坑宝。